汤纳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大队长肖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特战排上尉排长周扬。肖队长，如果我现在坦白，是不是可以放我一马？ 3年了，终于有他的消息了。我要参加行动，我一定要抓住他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参加我们这次行动呢？我不惜一切代价请你回来，难道你还不相信？你真下得去手啊？报警！ 既然进来了，就别指望再出去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都要救出我们的战友。现在我宣布，立即成立专案组，马上制定行动方案。我们坚决打掉这伙祸国殃民的犯罪集团。